还没看过你荷兰呢。哇，这大白估计奶水都充足。哎呦，用力顶，金箍棒一出手，看他们两个吓的。从早开始到你那为止，下次记得自然抓他。还玩你吗？张开你！我靠，这不是亲生的吗？还不听话啊？不听话就要打，是吧？哭了？不哭不哭，快醒快醒啊！母老虎又来了，拿着棒子来了。吃个饭吧，我不吃这个，这个吃了会烂酒，没有烂酒会发，这个叫什么？高辛茭白，江西人的口味，无辣不欢。好下饭啊，这个这么高级一点的四条女人做的，这看我怎么把它干完，你们一定会咽口水。看你那个样子，都吃不下去的样子。